你下这个，咱留个资料。行行，啊，回太大。快点。行，行不行？行。今天是12月24日上午。啊，再来一下，刚开始。今天是12月24日上午9:35。美国人和苏联人。啥苏联呀？俄罗斯。美国人和俄罗斯人他们在过圣诞节。哎呀，这欧洲的上海、北京、哈尔滨哪儿不过呀？你别老接我话了。你说不对。我们哥共三人。 张峰科长在市区开会，由我和胡晓林在现场处置日军和苏军遗留的炮弹。今天上午，我们共销毁了日式亚发式炮弹地雷17枚，日式旧航弹5发，75式日式野战炮弹93枚，60式日式迫击炮弹35枚，60式日式炮弹64枚，125式加农炮弹70枚，130式加农炮弹81枚。 昨天，市公安局建华分局在远离市区的嫩江沙滩，成功引爆一批二战时期日军和苏军遗留下来的各式炸弹。这是今年以来第三次大规模集中销毁在我市境内陆续发现的各种炮弹。据了解，这些种类口径不一的迫击炮弹、旧航弹、地雷，都是今年9月份以来在我市建华区陆续发现并收缴而来的。哎呀，还没起来呢你啊，都几点了？野地。 住宅在我市的2665队，是当天。今天礼拜六你不知道啊？啥礼拜六啊？我天天过礼拜六，我哪天天起这么早呢？算结了黄，我吃哪个？吃啥都行。快点，都凉了，上面都凉了。知道了。大量炸弹没有被发现，是一会儿吧？也没有发生特大事故。随着近几年我市经济发展。 我在这等你呢，这家伙。老于要不到啊，这炸弹照裂跑不掉啊！别开玩笑了，什么炸弹？你先别下去，你先别下去。怎么了？我给你介绍一下情况。这个刚才这个农民工啊，把这个挖这个沟啊，挖沟的时候。
发现呢这块有几个那个地雷，往那手里报警了，打电话我过来了。妈的，把这沟那个工人呐，这大蛋那块不有尖吗？他搁铁锹拍了一下子，也把那玩意儿拍进去了。这玩意儿是不是我看的像咱们看过那个电影《七七白虎团》里那个烟尾台踩过的那样的地雷啊？那个是吧，美式的啊，这是日式的压发式的地雷啊，拍下去以后再弹起来，肯定就得爆。那不就是危险了吗？对，你别在那看，来，刚才往后退一下，往后退，好吧，都别在那看，看那个干什么？来，往后撤，往后，走一走，别着急啊，慢点啊，注意点了。没事，你们也往后撤，还过来呢，怎么？你咋不要命了你？还抽烟呢？没事，这不就是铁疙瘩吗？铁疙瘩，来你下来，来，你下来。什么人都看，啊！往后站一站，往后站一站，来，帮我往后站一站，快点！你那什么，给我找点那个细绳来，好，细一点啊！鞋带，来，永六，我这手就摁在这块了，你就绑吧，啊，紧点绑啊，一定摁紧，紧紧了。别在这看了，我是警察，帮我看点这鱼啊。你怎么回来了？昨天派长找我谈话了。干啥？说让我撵你复员。被咱闪烂的了，给你把苹果拿下来。果峰说，答应帮你办工作的事儿啊。那我能当警察了？当什么警察？当警察？先给你问一问，还不知道到什么样呢。干呀干呀，给你干。刚回来，怎么样？爷爷这两天还咳嗽吗？这不就吃这药呢吗？这暖气烧得挺暖和的，也不怎么咳了。就我爸弄的咸菜上人，给我爷趁热吃了，他必须该凉了。一会儿我来吧，刚才爷还叨咕你们呢，说都这么大岁数了，还让你们在外边租房子。我们在哪儿住都一样，没事。哎，爸，去看看爷爷，快。爷爷，刚才回来呢。哎，咋来了？又抽烟了吧你？啊，哎呀，医生不告你吗？你哮喘不能抽烟，抽什么烟呢？烟呢？不知道。你在这儿呢吗？
别抽了，行不行？我给你拿走啊！你咳嗽这么厉害，你还抽烟？动手了吧？没事。来，给爸一个来。拿着吧。啊，没事。拿着就你了。我，老于。老于，有事儿啊？废话，没事，我干啥来了？找你要钱来了。国峰呢？国峰在不在家？说话，国峰呢？你开门，给门开开来。咋的了？出事了？国峰被检察院带走了。真假的带走了？真的呗，带他干啥？说他是黑，328案件跟他有关系。跟他有什么？跟他有关系？走吧。一天你鼓的这行，鼓的那行，就鼓的人不行。刚工作事怎么办？郭冬明，我跟你说，我跟你没完。妈，你别给爸压力，爸也不是万能。你闭嘴。他们的症状表现为眼睛发红、还眼花、身上起泡泡、头晕、呕吐。晚清人作为最早赶到的媒体，首先采访上患者张海燕。后来才知道，这三个人就是现在被称为“八四四四七独具统计不适症”的首批入院者。但那是从八月四号清晨开始症状的。上午9点多，完了那个。他那拿来以后吧，我在屋正收货呢，我就歇那儿了，歇那儿还等候。还是那借的器事，日本方面来个调查团，省厅要咱们得注意他们安全，不能出啥楼。是，咱这地方人也恨日本。就是，老于，有事儿？没事，你嫂子做牛肉酱，还特意牛里脊做的，可好吃了，愿意尝。那今天真客气了，那老于你一客气就有事儿。没事没事，真没事。有事你就说事儿。刚的工作的事。啊，刚怎么的复原了？刚想当警察。当警察。老于，你看着没有？现在呢，别看咱警察挣钱不多，但是呢，又有好多人想当警察。你有啥具体想法吗？能进派出所就行了。进派出所啊？我告诉你，进派出所跟进公安部性质是一样的，都得考，逢进必考。考就刚刚的水平能考上吗？他啥文凭啊？高中毕业。高中这文凭就不行，起码得大学，要不有点啥特殊条件？啥特殊条件？差不多。你像给部队要立二等功了，
或者说会点武术啥的，咱推荐推荐咱特警队还差不多。要没这个不行。哎，老姨，你要是有个二级英模啥的嘛，这个二级英模的子女保送上警校。我在哪整二级英模？我也不在刑警队。那你要不能这个啥有二级英模，在石化家孩子有啥要是那个特异功能，有啥特异功能没有？有特异功能。你才有特异功能。开玩笑，开玩笑。哎，喂，啊。哎，好好，哎，正好老于在这儿，你跟老于说吧，你那个那他明白，你等会儿。喂，啊，那我过去吧。哎，好了，那我过去吧，你。嗯，好，你去吧。哎，谢谢你啊，谢谢。好好。收的这东西啊，哎，老于来，哎，怎么回事？有个阎王给他巡逻，碰到拉一车这个废品呢，车上有两个罐，然后分不清是什么，时候打电话叫你过来看。问问他就完了吗？哑巴问半天也不说话。什么罐？来，我看看。哎，你过来看。又后头又。哎，就这俩罐。啊。戒指器。你敢肯定吗？肯定是这个，我小时候是经历过这个玩意儿。你看他这个的底儿，这边就往里窝进去。啊、这个都往外鼓，而且全是那个铆钉，知道吧？平常那不鼓着的吗？这家毒气太大了，我告诉你，人一闻就能给你熏倒，肯定熏迷糊了，整脚呢全是大泡。这毒这么小？那可不，它和那个路易斯气是一样的。路易斯气什么是路易斯？就是他二战前那咱用的，你别动了。你这样，赶快给大家隔开，群众都让他往后撤一撤，找东西给他隔一下，好不好？别让他们过来。来来来，你们往后撤一下。哎，我一块群众，我撤一撤。你们往后撤一下。这有毒，这东西啊！快点快点，来来往后点。快点，快点，快点！对，你们来，往后撤。你有手续吗？啊？问你话呢，在哪收的？你这是犯罪，你知不知道？你不搭理他，给车给开走，搁分局扣了。不什么去？小子，你这不装哑巴呢？你看没？这。哎，你当时为什么装哑巴呢？啊？这小子，你知不知道你收的是什么东西？啊，那是戒指器。你是日本人呢，在东北的时候拿它毒害咱们中国人的，你爷爷奶奶命都搭上了。日本那个516细菌部队就试验这个东西，都拿咱中国活人试验的。你啥都收是不是？这小给他原子弹他都敢收。敢收。多钱收的？我花十块钱一个。多钱？十块。十块钱一个，你就收这玩意儿？我叫你收，我叫你收，我叫你收。别，你别过去，来，你别过去。看着他，别再跑了，抓住他，别再跑了。给整了，整了，给他铐上。对，这小子挺坏。你收了多少个这个？我收六个。这车不俩吗？那些呢？那搁在大庆。大庆哪儿？大庆一个郊边那个一个化工厂，能不能找到那地方？能。说实话啊，来，咱俩把警察去。好。喂，张科长，还开会呢吗？那个收废品那块发现两个戒指器罐，他说那个大庆那边还有四个，你给安排一下车吧，安排一下车，咱去一趟。对呀，不知道那边什么情况了，行不行？我就在这等你。那个，你还得跟你那个战友他们那个防化的，叫他们过来看一下，叫他们。哎，对，好了。那什么吧，你这样，一会儿吧，我们就走，你们在这看点儿，快点上大庆去。那你上大庆来回六七个小时呢，我们俩搁这块时间太长了吧？你这玩意儿不是炸弹，是不是？看好了，别让群众过来就完了。行，是不是？人家人员不够，往科里再打电话。好。大庆那边这还不到啥样呢，你在咱这边拉去的，这运输途中再泄露了，这污染了，那事儿大了，又一个国际事件，是不是？是，好不好？你给他铐子给开开来，叫他跟我们一块儿。车来了啊。嗯。
去呀？着急忙慌的。哎呀，老白来电话，昨天订他弄点鱼，便宜的，结果叫我去取，我给忘上了。哎，早点回来，别在外喝酒。哎，我知道。你给那个鱼钱，你先垫着啊！鱼完拉你家就完事儿，以后我上你那取啊！真是，好了好了好了啊！哎，行。老于，老于，上车！多大事儿啊？还给警报呢？出大事了，老于，快快！我跟你说个事儿啊，你看这事行不行？行你就进去，不行就算了。啥事儿？咋这么紧张还戒严？48号你行不行？我不开锁了，我不说。48号要发现炸弹就行。你不说炸药吗？怎么又炸弹了呢？炸弹我不明白。那能不能看明白呀？我得看看去，不看咋知道啊？你老婆不说你除了生孩子会生啥的会吗？听他瞎说呢，听他这老母猪都能上树。那就算了，你负责跟着戒严啊，去。咱这儿没人懂炸弹，就你懂点，你说咋整？省厅的呢？省厅也没专业排爆的。公安部？公安部联系了，恐怕不赶趟，都在云南呢。找部队的问呢？早就联系了，部队说了，对那个制式炸弹有研究，这个土道的人家没整。找兵工厂也行啊。兵工厂它也是管制式炸弹的呀。哎呀，你就别啰嗦了。我跟你说，你能想到的，领导早想到了；你想不到，领导也想到了。你赶紧说行还是不行吧。我试试吧。老爷，不行我试试吧。行吗？你不行咋整？不行上。我给你带路。你给我回来，哪儿都有你，嘚瑟。水池的后头。这个是煤气管道吧？对啊。这怎么能有煤气管道呢？房主自己接的呗。这本事真大啊！这边是商业区，那边是居民小区，这得哪儿接过来呢？这要一炸了，不全完了？这是个黑窝点儿，这帮人为了钱什么都能干啊！这要是一炸，全得烧没了。这个院还是个木结构的，这不是这个院的事儿。这煤气管道要一爆了，整条街就全完了。从这边开，这边开，看没？
看见没？啊，就那黄的吧。对。马上就炸，表还走呢。季大哥，我没看，你这啥话？你看不清不行？那我再看看去吧。行，看着你干啥去？你进干啥？没有我能整成啊！出去出去出去！哎，我给你搭把手。搭什么手？搭手。把道给我让开啊！别堵着门。着定了。这个行吗？行行行，快，你再给我找个竹竿去。去外面看看啊。这个来了。行行行，你出去吧，出去吧，我不叫你别进来啊。你出去。镜片里面照，对对，进来吧。进来。这样看见了吗？哎，怎么了？几点啊？七点一刻。现在几点？十点二十三。不赶趟了，北京来人肯定是不赶趟。那咱快下去问问领导吧。小王，定时定的十一点一刻。十一点一刻？嗯。现在都十点多了，那肯定不赶趟了。那光不来也不行。那行了。搁水吃吧，那不行，那钓鱼的弦绑着，外边还有吊带子，哎，根本吃不下来。现在试试看吧，没别的办法，就这办法，我看是最安全的。刘大队，让你这人准备好，搁水吃。行，好，消防队员进入现场。是。
行，你拿刀砍。等他人别等了，你不是炸了。还剩五分钟就炸了，这一响你看都闷里头了，你们先撤吧。看表，走不走？黄队长，表等着呢。这方法不行，不行你们撤吧。上来，撤撤。那有没有刀？刚取。你俩下去。我陪你。不用，没有用，快，你下去，还是没有用。去，小心点啊！没事，快。怎么躲呀？你能躲咋办嘛？你身上出去，快点！
王局，哪个人？把你怎么样？炸弹排除了。赶紧出来！赶紧出来！我起不来了。120120，我是王村长，您就120，做好准备，没事，做好准备，我让你背了，没事，送医院，放了吧，没事，快点，三个，快点，三个没事，哎呀，僵了，慢点，这边，哎呀，你先活动，来。不行，背你行，还不行，来，我一会儿咱中午吃饭啊，对吧？别，我先研究这个炸弹，一会儿再洗个澡，浑身都是汗，都是冷汗吗？那是我这当时的表弄的。需要我帮啥忙？快点换衣服吧，一会儿不吃饭了。李亚玲，学一下技术保密啊！快走吧，别磨叽了，好不好？去吧，快去吧。我给烧水去啊。鱼啊！你等抓了你的，我跟你好好切磋切磋。老爷，你怎么了？起锚了！快点，马上！快点啊！快点上车等咱俩啊！好了。你看看这是啥？啥酒啊？茅台酒。该看准了，20年的茅台酒。我贵州大友给我送来的，知道不？是吗？哎，我告诉你，老于，我来这想孝敬我老丈人呢。今天便宜你了，你知道不？别，王局，这我留过年喝。啊，别，过年还有过年的。起个，出来。啊，你的光头。别，给老于袋。这么好酒，你看。王局好不容易放下自己。客气啥呀？明天自制扒肉，女院是张飞扒肉啊，可劲儿造今天。对，给老于倒满，这3块2块一会儿。给他倒满。老于呢？王军，那个炸弹的事有没有在线？
刑警队正查呢，有点线索。嗯。哎，老爷，说句实话，当时害不害怕？能不害怕吗？那炸弹，那不得，那响了崩都得崩成碎片。我当时也紧张，也没顾着那些。刚才算了一下，那个炸弹当量，那响能炸死一头牛。就是，等鱼炸了好找。嗯，对吧？那手指头粗的，扔到解放门都能找着。别瞎吹了，我告诉你，我命大，真的死不了。我小时候算过一卦，说我120年有个坎儿。吹了，吹了，吹了你。能活到那岁数？哎，能活多大？五岁，五岁。知道了，哎，知道，好。咋的，王局？又有炸弹了？又有了？真的假的？真的，这回还俩呢。爸妈，我先来。姑娘，我来餐巾纸。我说有了，去看看。来，餐巾纸，餐台。大爷，行不行？不行咋整啊？不行，咱换个人行吗？换谁呀？谁怎么炸药啊？我去看看再说吧。那走吧。哎，老刘啊，哎，是我，你赶紧到特警队去，借一套防弹背心，还有钢盔，然后你给送到那个48号院，快点的啊。哎，好好好。老刘啊，头你拆炸弹，钢盔也没带，这个防弹背心没穿，这不行，还得加。另外吧，有个菜这头不能搁手。不能手搁啥呀？这回咱搁绳子。搁啥？搁绳子。对，搁绳子。来来来，就搁绳子。前方前方，快快快，你俩来，咱可得处理工具。好。消防三楼，谁发现的？记不得。走，等等，跟我买绳子。好。谁是医疗大队的服务员？快快让他买点绷带来。买绷带啊？搓绳子呗。快点的吧。哎呀，快点的。对，买绷带。十个够不够？不够，拿吧，拿吧，再拿，都拿来。多少？20？不够，不够，拿吧，你快点，快点，快点，把都拿来。哎呀，还有多少？就这些了。多少钱？啊，还要啥钱？这时候了？那能行吗？多少钱？多少钱？来，张峰给单买。多少钱？啊，正好是一整箱，3块钱一卷，50卷150块钱。来，开发票。啊，开发票。老李，快，叫他们帮搓绳子。好。来来来来，过来几个人帮他搓绳子。来来来，快！黄队长，好，老于啊，来，给过来，过来，过来。调个救援队的，王平，过来。你跟老于进去。是。等会儿，等会儿。咋了？
老杜，不管以后怎么样，你和孩子都好好活着啊。什么什么？行行行行。这个配电箱里面啊，好，来，别过来，你们啊。张科长，哎，你通知那个消防队到后楼准备随时灭火。明白明白，叫消防车到楼后准备随时灭火，准备随时灭火。你别在那喊了，你到楼下直接落实一下。好嘞。胡小林，把绳子给我来。你俩到楼下等着接我的绳子，快去。楼下了吧？到了。接点这绳啊。好了，知道吗？我不叫你们拽，千万别拽啊！好了，明白。哎，干啥，老爷？干啥呀？小包是引爆的，大包是炸药。赶紧上！别站了，你们别站了，别站了！我站着，你别动了啊！
拆了，拆了。哎，来了来了！快，怎么样，老于？湿透了，快！鞋里都是水了。哎呀，哎呀，这个，哎呀！怎么样？啊？咋了？哎呀！哎呀，来，这凉透了。哎呀，怎么有这么多汗呀？哎呀呀！这么冷天在这坐着干啥？走走走，回家快！你今天干啥去了？你给我打那么电话啥意思？你看这啥？你别打岔，不说我给你摔了他！别摔！走走，进屋，我告诉你，出来！我告诉你，进屋。说吧，咋回事？咋回事？上午排了三个炸弹。那炸弹是你排的呀？我说嘛，上午48号院戒严了，原来是你在那鼓秋炸弹呢，你咋不寻思寻思，咋不告诉一声呢你？你说我跟你24年啊？行了行了，就那点事儿呗。24年随军了，是不是？工作也没有了，老一套的，再不去了没有了啊。那炸弹你懂啊，你明白呀？不都怨你吗？你跟谁都说，你家老于去了生孩子不会，啥都会，这个可倒好，炸弹也会排了。我也没说你会排炸弹呢。你给我热饭去，到现在没吃饭呢，啊，给热热热热。有没有同志能讲一下？再过再上两个人，压第一门，到这个位置再到那门去，狗不要叫啊！上到第一门位置，哪个楼？第这个楼，好啊，走这边去。七三，雨棍用着了，赶紧去下班吧。哎，好了，我过去。不少啊！啊，对，全点啊！对，你没留点？留了，还这些？嚯！你猴子，你腌完了给我不就得了吗？我还省事儿了呢。那可便宜你了，我这得收拾多咋的？这别多啥，我还整。又整一破鱼，整得满屋腥味儿，来人咋待呀？瞧腥了哈，之前你一次你没说过腥。你翻啥呢？在屋里呢？这咱家那个结婚进行曲儿，前院的小两口闹离婚，我给他们调解调解。哎呀，你这能耐大了，我看还能调解离婚。我求你了，你别去啊！你给人调完了，离得倒快了。哎，你别管我事儿啊！你那鱼收拾完了，你厨房整干净的。喂，我，喂，老爷，赶紧来一趟。咋的？又有炸弹了？又有
拉倒吧你，你别跟我开玩笑了啊！哪那么多炸弹呢？真有了，不是开玩笑。真有了，那我过去吧。市局领导来视察工作来了，学习学习呗，学习学习，你交学费呀？啊，先知道基层民警办案，那也是我们总领导工作的一部分嘛。炸弹在哪儿呢？三楼那个烟囱里。那警犬能上烟囱里去？还不知道，老岳，这回可不是警犬发现的。走上。哎，老岳，那边堵了，咱这回得走暗道了。暗道。文涛啊，哎，把手电给张长子。啊！你是不是看花眼了？犯罪分子能把那个炸弹扔在烟囱里？这啥意思啊？你的逻辑不是犯罪分子的逻辑。再说了，犯罪分子也不可能按照你的逻辑去犯罪去。这事儿前两天我出那现场不就是吗？犯罪分子作案之后，要把人家那个锅里盆里拉屎撒尿，给人家祸了坏了，纯变态，丧心病狂了。炸弹在哪儿呢？天线旁边那个第二个烟囱里面。怎么过去啊？哎，这块有个门。三楼楼顶你敢过去啊？有啥不敢的？你过去你懂炸药啊？不懂。等你后边去。慢点，老于。注意点，老于。没事吧？没事，没事，没事。我有点恐高，对不起啊。看不见呢，有吗？里头你就找吧，肯定有。不行不行，看不见，给我拿个手电来。哎，别往前走了，来来，给我扔过来，得接着啊，扔扔扔扔。哎，高难度啊。不行，等不了，太黑，看不清是什么引爆装置。这个炸弹呢，到现在都没炸，肯定不是定时炸弹，应该是手机遥控的。不，怎么你安的呀？你说手机就是手机了。那你说是啥啊？我说不知道，行了吧？我认为没有调查研究，没有发言权。你不过去看看去，你就给人下定义，你真行啊！军长司令不上前线去拼刺刀去，不一样带兵打仗吗？拉倒吧，就扯犊子吧！你以为你是司令军长了？咋的？你不就是个科长吗？还是个副的？副的，你连副的都不是。你啥意思？说这些？啥意思啊？我不拍了，你去吧。你得管去，就应该你拍。怎么就应该我拍呢？我也不是专业拍报的。瞅什么？哎，老爷，瞅什么玩意？别磕着他。老爷，老爷，老爷，我说不行啊，没有你整不成啊！这炸弹，王军长让我过来劝劝你，回去吧，啊，回去吧。你好，二位需要点什么？鱼竿怎么卖的？哪个？最便宜的。这来，这多少钱？300。有没有这便宜的？没有了。开个发票啊！开发票，
呀，对不起，今天发票用完了，改天给你开好了。哥，写收据。好的，快点，快点，快点。老爷，你还不给开发票？不开发票怎么报销啊？报啥销？我送给你的。老爷，对不起啊。跟这么多人来干啥呀？你们？我跟小红去。那你俩看着他俩啊，这边打算。对，放放放，收了。王军，鱼竿。嗯，鱼竿来的。我买的。啥意思？局里得报销。哎，报销，报销，报销。没发票啊？没发票得报，局里不报，个人给你报，行了吧？犯罪分子啥意思啊？他把炸弹放这啥目的啊？刑警队的事儿，咱负责排弹就完事儿了。这炸弹到现在要是不炸，应该是手机遥控。要是定时的话，那个表的装置应该在外边露出来。你就说来电话就炸。犯罪分子不会在哪个制高点看着我们吧？嗯。黄局，周围制高点是否布置警力？怎么了？小林担心犯罪分子在制高点引爆炸弹。刚才已经搜过了，秘密都疏散了。还是布置上保啊？好吧，告诉老于，一定要注意安全，安全第一。谢谢黄局，明白了，明白了。这时候来什么电话啊你？我和白先生唠嗑呢。这老娘们净他妈添乱一天。这啥呢？这嫂子不是关心你吗？黄局，黄局，建国小区搜索完毕，没有发现异常情况，没有发现异常情况，注意警戒。明白，明白。你们俩去吧，下去。一个人能行吗？陪着你吧。你陪我什么用啊？你俩能干啥呀？快下下下。下去吧。加小心啊。
咋了，老于？等我一会儿。老于，你走这么快干嘛？站着！你们几个先下去。你们先出去吧。接个电话。好，13895715915，神州行，告诉兄弟查去。好好好。嗯。这家伙，大事啊！老于，抽根烟吧。我不抽烟。试试。原来我也不抽，当局长压力大，高度紧张，你说抽根烟不那么紧张，这么学会了。怎么这么多呢？这是什么呀？炸弹呢？我也纳闷呢，你说他敲诈不？到现在没有个电话。说他报复呢，又一个没响。不，蹊跷是蹊跷。有没有点线索？刑警队正在摸排。范围缩小了，和那个烧鸡黑加工点老板有关系，但嫌疑人还不好确定。
抓紧了，咱们好剩的都手机遥控，一来电话就得响了。是呗。喂，是我。知道了。你刚才提供的手机号码有线索了，我让信队取的。那回去洗个澡。你还洗？我觉身脏了。去洗洗。几个？三个。看见没有？这边。第三。这边还有，还有一个。咱没在一起连着，有一段距离。这三个就是连环炸呀，一炸这整个侧楼全完了。再说咱那设备太简陋了，我得准备准备。需要什么设备？得有尼龙绳和钩子。我还以为什么先进设备。张芳，你去买尼龙绳，再买几个鱼钩。不用不用，我这有。鱼钩不行，你找那个1米12号的铁丝，我自己做。听明白了吗？明白了，赶紧去。是。绳买了，买多少啊？10米。10米？啊，那三个炸弹的连着的，你买太短了，想炸死我呀！这是。那不好意思，买多少米啊？你咋地的？最少得买50米啊！好嘞，好嘞。今晚不能拍了，这手老抽筋儿，不行啊。没啥好办法，找不着第二个人。现在看来，这炸弹也就老于能扔。冯先生，明天咱让老于回去好好休息一个晚上。好好行。哎，老于，把这房子卖钱刚可以带家去，明天早上还在这儿来啊。行行行。好，王强，开车送老于回家。是。
喂，爸，你是不是又去排炸弹了？啊，你不懂能不能不排？我不懂，别人更不懂。爸，我回去和你一起排吧。敢他妈回，回腿给你打碎了。那你不能去。你废话，那连长让你上前线，你不去啊？给你毙了，混蛋！赶快睡觉吧，别打了。明天上午9点钟要不给你打电话，你就回来看看得了。喂，喂，是我在你家楼下呢。这咋的了？这是不定好了明天上午吗？好了，明天上午猜嘛。这黑灯瞎火的也看不见，怎么猜呀？赶紧来电，来电！这么多人来干什么来了？这是炸弹呢，是让他们先出去吧。老于，多一分钟就多一分钟危险。这炸弹可不是闹着玩的，那说炸就炸呀！你们先撤吧。那好，咱们先撤。好好，咱们走。前头那六个没炸，纯属侥幸。这今天一下一出来三个，肯定得炸一个。小心！这一炸，老于就完了。以前没给你们添过什么麻烦，今天有个要求给你们提一下。说吧。我老婆还没有正式工作，孩子马上就复原了。如果我要有点什么事儿的话，请你们帮着把他俩的工作给安排一下。放心吧，这事交给我了。哎，我呢，老于。行，先撤。好，咱们大家赶紧撤。这会儿别忘把门关上啊。好嘞。手电和绳子给我留下。
么样，老于？全猜了。好，哎，全是假的。假的？嗯。那炸弹呢？全引爆了。好，我去洗澡。哎，老于，你怎么还洗澡啊？身上都湿透了。等会儿，陪老于洗去。好好好。哎，老于啊，洗完那个别回家啊，在站局里等。为啥呀？技术队还得找，我估计还得有。像羊拉屎似的，没完没了的。那没招，这个院太复杂了，犯罪分子我估计属于这情况。张科长，嗯，今天我可得进高间洗了。你放心吧，今天我安排。又喝了，来，请你你不来，不请你自来啊！你瞧这出，这不小学同学王大力，打小学习不好，这买卖做好，这徐中心全他的，有钱。徐中心都澡堂子，我这休闲娱乐广场，这得多钱呢？这个啥钱呢？跟富人提什么钱？行行，咋的又来电话了？没有，吃点东西，看二人转去。你不没看过二人转吗？傻妹妹。干啥去？这是现场拆炸弹呢。拆什么拆？什么工具都没有，怎么拆呀？回办公室。行行行。赵哥，哎，你这把得赔宇哥，怎么老感觉要出事儿似的？放心吧，于哥，就凭你这技术，出不了事儿。这是炸弹呢，它能炸呀？这以前没炸，那都是侥幸。这玩意儿，整不好于哥就得灭火了。得了吧你，净自己吓唬自己。前几个没出事儿，这个也出不了事儿，我陪你。洗个澡，没事没事，白天事你都知道了。于哥技术好，没事没事。啊，晚上我晚回去会儿。哎呀，你就放心吧，啊，赶快睡觉。好嘞，好嘞，好嘞。
啥时候了？写啥呢？没写呀，跟老二人解释。我今天出去的时候没跟你说，可能排爆要出事儿，也许没什么大事儿。如果有事儿，你告诉于刚，在部队好好干，多学点技术，以后到地方有用。你写这玩意儿干啥呀？多忌讳啊！该死！忌讳啥呀？忌讳啊！这逼仗怎么我命都没了？太忌讳，写了也不能带现场去。赶紧走。领导意图叫领导来猜呗，犯罪分子还没抓着，你报都不影响破案嘛。再说了，犯罪分子都知道咱在拆弹，一引爆不全完了吗？大家先回去吧，明天上午9点通报案情。还有没有好了排除的雷呀、啊？在哪儿呢？这个里面。那个呢？在那儿。这也是假的。你怎么知道这是假的？你眼睛 X 光啊？这么就炸了，你知道吗？刚才晃了一下，还响呢。打电话去。没法排了，叫会员来排吧。我排不了。你懂电吗？你排、啊。不懂、啊。那里边都是电线、电池的，怎么说一根弦就炸了？那你不排就得不排。叫他们先出去吧，黄姐，老于怕出事儿，知道。大家伙，再出去啊！哎，你们都撤。你都别跟着了，你们就都别跟着了。
聚黄的肯定是最关键的。你怎么他最关键的？你看这两个血眼都在外边露着呢。我刚才看了一下，你肯定就是。可拉倒吧，你这么粗的线能做引爆线吗？这是四平方的，我看他拿他拎着还差不多。那排呢？那排多少根你查了吗？查了。多少根？18根。18根，以前有最多的6根的，还有4根的。你这18根哪根是引爆线？你不能乱动啊！你这整的。那怎么整啊？怎么整？没法拆。你不能动，你不动，现在我还能看着。你这整一天乱七八糟，我都看不清楚。老于，赶紧回来吧。黄姐，还老于拆吗？你不动电？这个肯定是真的了，它跟以前的装置不一样。以前都有定时的引爆装置，这个没有。刚才我端的时候，里边那个汽油还直逛呢。你关键那18根线不能动了，你不知道拽哪根，一下就响了。那怎么办呢？哎呦，不会。黄局，这把要一炸，我肯定没火了。以前你说的那些话，一定要兑现的。老于，放心吧。哎呀，局长说话算数。你们先撤。啊，咱们撤，咱们撤，快撤！来，都撤，都撤！我也留下。快滚吧！炸了，今天就你的事儿。行，你也回来吧。来，去，快！喂，
品竞争越来越激烈，轻质量必然被淘汰，疗效差注定要出局，重质量疗效好才能更长久。排毒养颜胶囊，治疗便秘、痤疮、色斑，排出毒素，一身轻松。医学明白，白大夫细胞美白，天天抹。白大夫就是让你白。关爱生活，关爱大学，中国名牌全有家。我也喜欢。经过我市公安民警五天五夜的连续作战，发生在建华区二道街48号院的爆炸勒索案昨天宣告成功侦破，两名犯罪嫌疑人被抓获，警方共在现场排除了11枚爆炸装置，两名民警在排爆时受伤，事件中没有群众伤亡。据警方介绍，21岁的犯罪嫌疑人古树坤曾是二道街48号院里一个地下烧鸡加工黑窝点的打工人员，因黑加工窝点老板经常在3个月实习期期满时将打工人员辞退，以此克扣少给甚至不给打工人员工资，古树坤因为被老板用各种借口把工资全部扣掉而和老板铁板一仇。古树坤原来在一家工厂当过修理工，与当时的同事贺景新关系密切，二人不但懂得机械原理还会电工，并且酷爱看各种兵器知识杂志。古树坤失去工作后就和贺景新密谋，决定自制爆炸装置，勒索黑烧鸡加工点老板李某60万元。此后10天，两人共制作了10多枚爆炸装置，因为钱太少，其中5枚炸弹用拆散的烟花火药代替。12月27日凌晨3点，古树坤潜入48号院，先后把11枚爆炸装置安装在院内的不同位置。天亮后，二人给黑烧鸡加工点老板打来勒索电话。老板因为前晚打麻将一直睡觉，电话无人接听。初次作案的古树坤和贺景新以为老板已经报警，便不敢再打电话，二人潜逃出事。上午9时43分，老板发现了其中一个爆炸装置，便向110指挥中心报案，民警立即赶到现场将该爆炸物拆除。随后警方不断发现新的爆炸装置，经过2天2夜的连续奋战，11枚炸弹全部排除，但最后一枚炸弹在排除时爆炸，民警于立清被炸成重伤，市公安局民警顾顺峰受轻伤。据审讯得知，最后爆炸的一枚炸弹有双重防拉防拆装置，不管什么情况下，只要其中一根电线被触动就会自动爆炸。刚拿45度角的时候，这左手拿刀，我左手左撇子还是死刀，就这个角度，一眼睛一亮，耳朵一股风，啥也不知道。到后期知道的时候，就是就听着黄队长喊我声，可小可小声，一点一点声，老于啊老于，我这声咋这么小呢？我就往起切，那给我崩出去好几米出去啊！崩出去，崩出去那6-7米出，崩贴到那墙上，贴到墙上后头盔都磕坑，完又趴地下，完我不怎么整又捂着，听他叫我又起来了，起来以后呢，就脚腿这还是。腿还是腿，扎正常一个玻璃瓶的嘴儿，扎腿上，我这么害事啊！一摸玻璃瓶就。